这个，这一款牛仔裤很特别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而且它是窄管的、哦、的特别地方在这边，裤头它是做这种双扣的，而且它是做这种，你看呢，银扣，然后是这种的，它是压扣设计的，所以你这个穿脱很方便，有没有？这的话也蛮特别，它是做这种蓝色，然后它是有刷那个白色，所以它就是这种浅牛仔蓝的颜色，这样，然后完全没有刷破，就是正面，它的刷破在侧面，就是在这边有一点割破，这样割破在这个大腿这边有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里，但它就是不会炸漏，所以你们放心。割破，然后是抽虚的裤管，这样，然后它是窄管裤哦，窄管裤，很明显哦，窄管裤，这样，然后是浅色系的牛仔裤。